哎，这个世界好像有点甜。奈奈吧是王爸那个天，王爸就王爸爸，收敛点啊，天天蛋仔，做人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吧。擦是死路，既然路走不通，那肯定是留了后门。擦，上天无门，姐要发飙了。哎，我进门了。他怎么是防盗门啊？没事的，我已经很熟练了。收敛点啊，这个台子上居然没有弹板，作者良心真是大大的。喝不溜秋跳蹦床，这个可太简单了，个鬼啊，别打脸啊，你放个弹板吓唬人，真是让我高兴了。作者就不能做点挂机观景地图吗？这样才招女孩子喜欢啊。姐也是女孩子啊，看我这招从天而降的草莓果冻，我已经看到终点的门。我擦，搞快点搞快点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姐突然又受得了了。